队长，趴下！趴下！队长，趴下！快趴下！趴下！听到报告哈，本大队侦办这个千万财损案件，那深入追查发现了，它幕后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这个竹联帮、静安会还有红人会等帮派啊，结合柬埔寨的一个诈骗集团来诈骗我们国人。那案件报请这个台北、桃园、台南及高雄等四个地检署来指挥侦办，那也结合各警察机关刑大的警力来共同执行减速黑道帮派。跟打造专案行动，那共查获这个静安会的陈姓干部以及红人会的许姓组长在内，总共有50名犯嫌到案。那这个全案依这个诈欺啊、跟洗钱防治还有组织犯罪等罪嫌来移送继续侦办。那其中有一个静安会的一个红姓成员啊，他也涉及在11月14号啊，在我们行政院地下道这个酒驾。撞死人的一个案件，他有到场去注视，那后来被交保。那我们知道他也涉及我们这个诈骗案件，所以我们也马上申请拘票去尽速去跟他拘提。那现在已经申请羁押，在羁押获准，报告中。OK， 好，是，好，谢谢，辛苦了，辛苦哈。好，那有鉴于近期的假投资案件啊、诈欺案件的猖獗，那财损金额也增加。那本大队啊，受理这个千万财损侦查的案件当中啊，经追查发现，幕后是由我们国内著名的竹联帮、静安会以及红人会的干部，结合柬埔寨的诈骗集团，来经营诈骗国人。那案件本大队啊，报请这个台北、桃园、台南以及高雄等四个地检署来指挥侦办。分了6波执行的一个扫荡行动，那结合各地区的一个警力、事情大，共同来减速黑道帮派以及打造专案行动。那共计查获竹联帮静安会的陈姓干部以及许姓会长，总共有50名到案。那全案依这个诈欺啊、洗钱防治啊以及组织犯罪啊等罪嫌啊，来移请各地检署来进行侦办。那本案初步清查啊。被害人至少有300人，那被骗的金额超过2亿元，那后续我们还会再持续来向上受理。那此外这个案件在调查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静安会的一个红姓成员他也涉及在11月14号在行政院地下道这个酒驾竞速撞死人的一个案件他红姓犯嫌他有到场去注视来呛虾哈。那本大队获悉之后也。发现他涉及我们这个诈欺集团的一个案件我们也迅速的来申请拘票，将洪姓犯嫌具体到案，那目前声押获准，有效的来压制黑道帮派的企业，报告完毕，谢谢。